爸爸现在几点？六点半，你几点起床？哎呀，我记得忘怎么办？你也快起来，否则来不及上学。好好，我先洗澡，换校服，吃早饭，舅舅。哎呦，而且晚上我们家里想要吃饭香，吃到了米饭来得及。我送你去学校。好，谢谢。你好。你缺的孔子很难吗？有点儿。那你有敲敲文泥空格？是的，我想需要一点时间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告诉我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们做什么？我们做手冢文的。你们很是我。是啊。我属于可身养的学生。这打是一个很大的学生。大的个性呢？很间接，语调也不较好。他的整体呢？美学即大狗哪里？大学舍得左方两个学生。是啊，我也很想他。我是教师。姓名是教师。蔡宝是谁？你会吗？还好你呢。有几个告地位有写的？我都有写答案，不过对不对还不晓得。这一次去的告地有点呢。弟弟，好。下个你打算做什么呢？我要跟朋友们锻炼身体。你最喜欢什么运动？最喜欢的是打篮球。这个下午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去图书馆画书。你喜欢干什么？干什么什么？什么书都喜欢。上星期我去中国的文化书很有意思，你看吧。我要跟你一起去图书馆。回头见。乐乐，好，你常去图书馆吗？常去，有时候借书，有时候上网站找了。你也喜欢看书吗？喜欢。有空儿的时候我就想试试看书，跟你一样，什么书好看，我就看什么。你有什么书？很多啊。你是写给我的书吧？
别说这么大声了。好。你放学了的什么？爸爸接我。你呢？我乘风车。肉肉。爸放学了，这是你的班。是啊。你放学了，这是你们。我放学了，乘风车。哦，再见。再见。